别坐，该打打打，别坐，往别往下坐。哎呀，一拿小狗王，小狗王蹦起来，他咬呢，跟他老粗追着他咬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你有没有发现他俩尾巴都不一样？小狗王打架的时候，那个就跟蝎子尾一样往上叨，但是这个谁这个大老粗那尾巴就像跟一根棍儿一样，直接都直了。你看，你看老五，抢去！五公主她是捡漏王，现在就是这种场景。啊，就是这种场景，她不让，她就跟老五抢。你看啊，你看，你看老粗啊，他的眼神。粗哥的耐力强，他俩都行。我开始翻译了，觉得我翻译的对不对？你看他护着，你看没？还老粗护着，看见没？就在中间护着。你看没？你再抢一个试试。呲牙了，开始啊！开始呲牙了。抱走，快点抱走一个，抱走一个。我害怕了，我害怕了。小斯坦福搁那儿横起来了。斯塔夫没有吓坏，斯塔夫跟老五，你看没？你看斯塔夫，没事啊，咱们忍让一个月，牙齿稍微恢复一下，然后再接着干啊。从今天开始，然后蜂窝啊，蜂窝住。嗯。到你手了？没有，那可能吗？就他俩那小样还能咬着我？那不可能，吓得我就连连后退，这家伙。我现在